道路或小朋友的心。等大家进来。今天要介绍连身的泳装要怎么绑，然后还有一些我跟可鱼的穿搭。废话，哇，头发有点乱。嗨，我已经长很多痘痘。对。你要上镜头吗？彤彤。Hello。你再等人多一点，我们就开始介绍。哥哥。露屁屁了啦。小，等一下，他露屁屁，帮他遮起来。哦。帮他遮起来。小来宾。太可爱了吧。帮他遮起来。可以了啦，可以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那我先介绍我穿搭，还是要直接先介绍绑带？我觉得你可以先讲比基尼。好，那我先把绑带。这礼拜上了今年夏天 Puzzle 最后一波的泳装，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就是连身款的红色跟黑色，然后还有之前两节式的深蓝色，是哪？宝蓝色。宝蓝色，宝蓝色的最后一波喽。然后有些人就想说，为什么我要分开上？你说泳连身吗？对，不是那个，因为我们想说，之前一次是冰淇淋色，所以想说这个企划好像就是要特别选比较偏冰淇淋的颜色，然后这次会比较偏欧美风，所以会把宝蓝色跟它一起上架，好像比较可爱。今天没有都是介绍比基尼哦，也会介绍一般的衣服。好，你先开始讲比基尼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单了？你动作小心，不要太奇怪哦。就是Puzzle 首次推出连身款，然后比较偏，比较这算是比较复古欧美的感觉吧，我觉得。就是它罩杯的话，一样是用我们 Puzzle 的刺金开发款的罩杯，然后它是一样是不能拆，就跟冰淇淋色的那种分开式的比基尼是一样的罩杯，然后只是它这边它是有做侧边是有做。挖腰的剪裁，但是 model 太瘦，所以其实应该我们这边应该还会跑出一点点的肌肤在这边，就是这边两侧其实还是会有肉在这边，这边现在 model 太瘦没有办法呈现，但是它是有挖腰的感觉，但是它不会穿起来太不会太色或是太辣的感觉，是健康的好看性感，对。就是不会到非常的辣，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般人就是可以接受的挖腰的剪裁。然后内裤的裤裆的部分的话，一样就是有做修饰臀部，就是也是对那个他屁股后面的剪裁很讲究，就是有来回改过很多次。它不会算太消啦，就是算是比较薄一点，消一点点，对，有点就是这样。然后绑带的话，大家收到应该会是。不知道是长怎样的，大家知道不知道长怎样？它就是，我开始介绍绑带哦，是有两种绑法，对，它就是会有两条，上面一条，然后侧边跟下面这边会有一条，这样，所以如果你要绑紧的绕紧的话，就是上面的绑带，就是你就绑脖子嘛，这应该没问题。我习惯绑脖子，我都会先绑死结，就是最紧，就是先绑死结。因为你这边如果没有绑紧的话，其实侧边就没有办法拖上去你的胸部，所以你这边如果绑紧的话，就是会比较好。然后我习惯都会先绑死结，再绑蝴蝶结。嗯，对，好，它松开了。在变魔术。刚刚
有人问说连身的集中效果是不是比两节式的不好，还是是要这个绑，这个要绑紧一点吗？我觉得绳子好像都要绑紧哎，我先这样子绑好了，然后下面这条绳子啊，它是从泳裤连上来的，所以侧边的话，为了侧边不要曝光，所以你这边跟这边的绳子也都要绑紧哦，就是我好一直转转转，就是侧边这样子，就是要把它拉紧，拉紧它这边才不会曝光，侧边这边才不会曝光，如果你绑松就会很容易空空的，这边绑紧，对。就是一种方法，这样子你后面就会有两条绑带，这是绕紧的方式。对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比较好看？像这种绑法，我会觉得好像比较有安全感。就是如果你去玩水的话，这边的话会比较，我把它绑歪，就是你这边会比较有，就是比较有安全感，就像一般的比基尼一样，就是后面跟上面是绑的，所以对，是感觉要有人帮忙，因为一个人好像没有办法绑那么紧。单身的女孩就买两节式的意思是吧？对，然后可以叫朋友绑啊。对啊，可以叫朋友绑。然后肩带的话其实就很简单，就是上面的不要动，下面的把它这样子挖上来就可以了。哦，当成就是一个背带的感觉。对，就是一个肩带，然后一样也是要绑紧，所以侧边才不会曝光，就是这边要绑紧。因为 model 现在没有手臂啦，就是如果我没有手臂的话，其实它是不会这样子撸掉的。这种是不是比较简单？这种，对啊，这种好像比较简单哎，就是一个人好像也可以，是的。对，这个好像比较简单，刚刚那比较复杂一点。对，这就是两节式。两种绑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大家不知道可不可以发掘第三种绑法。其实我觉得好像还有机会有另外一种绑法，不知道。上面跟下面的不在这里。上面跟下面？怎么可能？不知道。上面怎么办？好，反正我就先大概绑。这就是两种比基尼的绑法。两种比基尼的绑法。拿后面一点，这种就会大露背。对，这个的话露背就会比较明显。对 ，model 不太能穿这个，因为会滑掉。但正常人又瘦了，走法就不会这样子撸掉。对，没有 model 那个会肩膀会滑掉。因为就是大露背，然后也会露一点侧胸，侧胸的感觉。认识。好美。哇。然后就是现在有的。那我们开始介绍穿搭哈，算你还没介绍宝蓝色，那这个拿走，因为一定要形容它这个，那个会飞下来，就只撸过去吗？宝蓝色好像也没什么好介绍，就跟上次一样。如果也有马卡龙色就更好了，是说延伸的吗？宝蓝色其实就跟上次的比基尼的那个冰淇淋色是一样版型的，就是一样是有侧边绑带，然后里面的内裤的配色是配有点柠檬黄、柠檬草的颜色，就这个颜色会比较欧美，其实也很显白，是好像很显白，对，它是比较偏好像健康性，对，它是比较偏健康元气，宝蓝色是这样。佩妮，你连身是穿 XS 还是 S 号？我穿 S 号。XS 跟 S 的罩杯是一样的，他们罩杯是一样，罩杯模式一样，只是 XS 分在它的下那个下胸围、臀围的地方。看一下今天的直播，分享加留言，是吗？分享家留言送比基尼一套，这么好，哪一个连身的？说任选，就是你想要两节，就是如果官网上面有的，就是看是要官网上有的颜色尺寸，因为不然我们也没货。对，上下分开卖，以后应该会上下分开卖吧？
因为好像这次遇到蛮多人，就是大胸小屁股，好像会蛮难选。身材好好。嗯，对啊。好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好像都是 XS 跟 S， 我刚刚讲了 XS 跟 S 罩杯是一样的，插在臀围。对，臀围看一下尺寸表，插在臀围的地方。好，还有什么？嗯，好，都是抽我抽我。好，好，那我开始介绍我的穿搭。就我今天其实绑个很随性的包头，所以好像也没什么。但好多人想要看你教学哦，没有什么技巧，就随便乱绑绑上去就对了。我刚才搭配完，所以后面好乱啊。就是上下，这款像是上次这礼拜卖很不错的款式，它是有很多颜色，四个颜色，然后它是觉得蛮适合去海边的，因为它是做有点宽圆领的设计，所以如果里面再搭比基尼的话，其实好像也可以，因为它有点半透肤。半头服的感觉，然后它是一定要绑绑带，因为它下面是直接做就是两条这样子，所以你一定要绑。但是它的长度，我觉得如果是单这样绑的话，会有一点太长，所以我都会故意把它就是绑紧一点，就是你把它绑紧一点之后，再把衣服往内折，让它变成短版的，再绑一个比例比较好，对，比例会变得比较好。然后你可以其实可以绑侧边。你可以把中间之类看，然后可以拉成斜肩的，就是因为我现在这边有点太空，因为我现在绑包头。如果你们里面搭比基尼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拉成斜肩，就会有一个那个，就是比基尼的那个在外面。对，会有那个比基尼的线在这边，就是当成一个外罩衫也可以，因为它薄薄的，所以还算蛮凉快的。然后裙子的话，它其实是裤裙，它里面是裤子，它是有做裤子的内里。看不出来。对啊，我刚以为这款是可以的。是。对，它是里面有做裤子的设计。然后它的材质，它的这个面料很特别，是有点像那种，之前韩国还蛮流行的这个，这叫什么？立体的这个毛毛球，所以看起来还蛮有层次感。短裙它有三个颜色哦，腰围是松紧带的，上面有做荷叶边，穿起来还蛮舒服的，就是算是高腰吧，好像位置是高腰，所以但是裤子不会，里面的裤裆不会卡住。有人问裙子材质会闷吗？裙子哦，因为它有点算宽的，而且它里面内里是算宽，我觉得不会闷，是雪纺的面料，它内里应该是有弹性的吧？它的内里哦，没有哎。没有弹性，它的内里没有弹性，它就是里面的宽宽的短裤，像这样，就不用怕曝光，会透好像不会透，会吗？不太会透。哦，还好。你的鞋子是不是也是啊？鞋子的话是也是这次的新品，也是卖很好，一定要看一下。在这边，如果把它拆掉，它是不是后面也有爱心？对，它后面有爱心。它是这边有写 Love Me More。的刺绣，就是蛮百搭的小白鞋，不管还是你脱一只拿上来给大家看，它只有一只好像。我说脱，另外一边它是爱心的，只有一边有爱心，只有一边有字，对，只有一边有爱心，它这边是爱心的，所以有一边是爱心，一边是字，对。然后它里面呢，就是有做我们它种专有的这个叫什么英文字的鞋垫。就是小白鞋，就搭还蛮好搭的，就可以搭这双。另外一只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？刺绣。这边是写，应该是 Love Me More， 对 ，Love Me More。然后这边就没有爱心，鞋一边是字，一边是爱心。鞋子的会硬吗？就是它是帆布的面料，就算正常的吧，不会硬啊，不会硬，就是舒适的版型。然后看一下给你看整体。是蛮简单的，没什么。你这一套就是很青春啊，就是比较对。鞋子我记得好像特价蛮便宜的，鞋子好像可以790还是忘记了。我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。哪个版型偏大？什么版型偏大？乔英。裙子会短吗？因为它是松紧的，所以你可以看你想要穿高腰还是中腰。我现在是穿高腰，然后是
裤裆是不会卡住，所以看你想要穿的腰围是到哪里。好，想要看度假碎花洋装吗？蓝色的，我等一下就下一套就会穿。鞋子后面，哎呦，我不能。鞋子后面会磨脚吗？我看一下，鞋子这里，鞋子是这礼拜新品哦。鞋子版型正常吗？这是几号啊？这双蛮大的。这双蛮大的。40。40是？不是你的 size。我是37。是人要二。这我没有办法做判断。然后会磨脚吗？其实应该是，它是我没有办法保证。因为有些人穿脚鞋子好像会磨脚，这个应该就是正常的帆布的材质，哎，算软的，算软的帆布。追加应该是还有 ，XS 可以追 ，XS 没了吗？对啊。好，那可能是之后会补货吧，会补货吧，会补货啦，嗯。好，运动系列不会补吧？应该是不会。运动系列不会补哦。连身款是不是比较不集中？你说比基尼的话，其实是跟那个冰淇淋色的罩杯是一样的，所以应该是都一样，蛮集中的。穿什么？我是穿平口的 bra T， 我们官网上面都有。OK， 好，你要去换下一套吗？我去换下一套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我今天也很想要去海边，但是是比较穿比较多的海边。应该这礼拜都感觉都很适合去海边。我现在穿的是就是这礼拜除了比基尼之外卖最好的，这叫什么？这边有一大坨，哎，叫什么荷叶？它这边有抽绳，然后这个啊，我觉得大家要绑紧一点，因为我觉得这一件算是比较宽大，所以你里面最好是穿 bra T， 就是可以露出来没关系的，因为它这个你倾斜的时候稍微的会，或是这件可以拉平口，哦，它可以拉平肩的，就是可以拉平口。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比较保守，你也可以里面穿比基尼，然后穿去海边。因为像我的话，可能单穿比基尼有一点太害羞的话，就可以这样子。然后我刚刚我本来在想说红色穿上去会不会太显眼，但我觉得其实还好，比想象中好。然后小羊也有穿这个，官网上是黄色，可是我觉得它比较像橘黄色。他本人有一点，他有一点偏橘，本人有一点偏橘。我刚刚本来也想穿这个的，橘色也很可爱，这样。但因为我等下另外一套也要穿橘色的，看一下针织罩衫，甜美无袖荷叶侧开。我的短裤好像是上礼拜的哦，而且这个点点我有看了一下销售啊，你知道绿色的卖得很好吗？绿色昂的，就是最好，蛮惊讶的。最好是哪一件？绿，它还有一个绿白，我现在手边没有，但我觉得绿白也蛮复古的，算是暗红色吗？算吧，因为它是比较复古的，它跟这个泳衣比起来是稍微暗一点的颜色。然后这个就是提醒大家，它那个官网写黄色，可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橘黄色，橘黄色，红色好显白。你说跟这个比起来吗？对啊，红色好像蛮显白的。我的短裤好像是上礼拜的，然后不敢穿太鲜艳的，也还有白色的。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它这边是这样子，很多的荷叶，然后在下方有抽这个松紧带，可以把它绑紧，就会变得更短摆。然后这上面也可以绑紧，领口就不会那么松。这一件的卖最好颜色就是红色，红色，然后第二是绿色、白色、黄色，所以这下面也可以拉，我不知道。其实我好像没有什么好介绍。等一下 Peggy 好了，大家比基尼都买什么颜色啊？因为我有朋友是买黄色。今天会介绍洋装，哪一件洋装？泳圈还没送完对不对？应该还没。
然后这样买比基尼买1500块就会送一个泳圈，它还有红色的。对，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充气筒，我本来想要充给大家看的，这么大哦。我们也没办法吹起来，因为它真的蛮大的。这么大？很大。就是可以把我整个这样冲进去，然后粉红色的配的是红色的字，然后红色的配的是白色的字。但是是随机的，然后它的盒子礼盒是很像披萨盒的。有人有收到这个泳圈了吗？超可爱的，超大，这么大，就把我整个人盖住。1500有含比基尼，不管是连身的还是两节式的都有送哦。目前还有哦。这好像可以两个好朋友一起做哎，这个超大。你说现在吗？我。但不是，我是说在海上的时候，就要小心。大家玩水的时候要小心安全哦。肩膀可修饰吗？我老实说，我因为这种这样荷叶这样一堆的这种，通常会比较显壮。但我觉得这件穿上去比我想象中的没有那么壮，我觉得算是可以接受。真的有收到披萨的感觉，对。因为我试穿，我觉得这个太显胖，我就脱掉了。之前我都跟那个象象一起在这个里面。换你，有人想看洋装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件，我刚好要穿这件。这件我拍过穿搭，可是我是穿另外一个白色的，然后配紫色的外套。刚刚也有人说想看这个针织外套，针织外套来咯，它是做长版的哦，它是刚好遮住。遮住过屁股，已经到大腿后面的长度。我是158公分。其实这个还蛮可爱，有点像 Lily 之前有出了一款针织外套，对，薄薄的，有点透肤的感觉。但是 Lily 也是已经卖完了，它可以选这款，也可以当上衣，也可以当小外套。上衣的话可能有点，就是里面可以穿个小平口，小可爱，对对，穿小平口、啊，就是现在蛮适合现在夏天，然后想要稍微遮个阳，办公室的话就可以，穿这个外套，甚至对，因为它其实算薄薄的，它没有到它没有到非常的厚，像我今天它的材质是会透的。对，像我今天上办公室，我穿细肩带，可是又觉得好像有点太辣，我就加了一个外套，就好像比较好一点。对，然后外套有个小细节是这里有做开叉。当然没有防晒啊，就没有抗 UV 啦。我是说，感觉就是大太阳，就是对大太阳会有安全、那個、安全对安全感。对，它这边有做开叉，非常微小的开叉，非常小细节。洋装还有白色，非常小的细节，蓝色的。对，大家想有人刚想看，因为我想说白色我穿过拍过穿搭，你们可以而且它这个蓝是不是那种它的蓝是那种雾蓝色的感觉？然后它灰对灰蓝色，然后配紫色跟黄色的小花。我要脱外套给大家看，我是想说先给大家看一下外套穿起来是这样子。这是我现在穿的是杏色的，然后它还有个紫色跟绿色，我觉得都还蛮好看。是像绿色，我今天是穿绿色，然后我里面是配杏色的细肩带，用绿的、绿配杏，对对对。穿 S 吗？你穿 S 吗？我穿 S， 它有分尺寸吗？看一下，它好像没有分尺寸。对，它是 free size 的。它是 freestyle， free size 的感觉。free size。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洋装，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很适合穿出来，没错，我觉得超适合穿去海边的。我觉得上班好像也可以耶，因为上班如果单穿细肩带洋装，好像会有一点太。就是、可能怕同事觉得你太辣。对，但是如果你加一个外套，好像就会比较庄重一点。哦，我又不容易把那个，你轻轻的滑、啊。好，想看洋装背面。好，我现在脱。洋装在这里，是蓝灰色的。你现在觉得很害羞，是就好像少了很多东西。它背面啊，而且它背面还有这个。小荷叶，其实它后面是、那個、前面是没有，它前面是做高腰的，然后腰围的话，腰围我看后面是松紧带，但是前面是正常的剪接线而已。对，然后它后面是做，卢炳跟大家介绍一下背面。对，后面是这种，它其实有做一个小心机，它其实后面是有这个开洞的，
然后它有一副一个就是绑带，你要把它绑起来，然后它是一个就是有点多层次的设计感，对，比较有设计感的，会小小露腰，其实不会到很明显，因为其实 Peggy 现在这样，其实你看不到她的腰，所以大家也把这个裙子往下拉，对对对对，对，所以大家不要怕太露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，就是每个、就是、一点点对对一点点的，就是小设计而已。荷叶边那个绑带是可以拆的，但是其实没有，就是它就是可以自己绑啊，自己绑的意思，对，自己绑起来。肩带不可以挑哦。分开的是一起的，它是一起的，它是连在一起的，它不是分开的，它是整件一起的。嗯，然后你再帮我看看大概有什么问题。好，我往后退一点。好，裙子裙长的话，我是158公分，它裙长是到小腿肚这边，而且我其实蛮喜欢它的版型，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很蛮显瘦的，对啊，就是这边是有腰身的洋装，大家说背面这么好看，没错，背面就是这么可爱，很可爱的洋装。白色其实我蛮喜欢白色的，蓝色也不错啦。好，那有问题吗？洋装推哪色？白色，白色，对，夏日荷叶边细肩洋装。看一下，我想一下那什么。好，那还有什么？没有，没有的话，在旁边拍照可以进来喽。那有人说花色很好看，我也觉得，因为它的花色是、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就是不是那种很碎花，它是那种直接像一朵一大朵的那种。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，那个外套啊，还有扣子啊，是这种贝壳扣。就是亮亮七彩贝壳扣，小小小地方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像戴个耳环 ，Quickly， 白洋装白色推荐什么颜色的外套？我觉得白色其实都可以，就是比较偏亮色系，如果比较少女儿叫 Lily， 绿色或是紫色也都可以啊。是我如果是我会配绿色，那如果你想要。Lady 一点就可以配个紫色，配紫色就很 Lily 啊，戴个耳环。这套是我好像很少穿这么少哎、对啊，厚度哎、这件这因为它这件是短版的，但这件超级多人问。对，可是它这件单价比较高一点，因为它是韩国，然后它背面是这样排，是有排扣的，然后侧面是这样蓬蓬袖。它是 orange 装，对，而且橘色比想象中的不显黑耶。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橘是显白的橘，啊、不是那种，因为它的橘是淡淡的。然后我刚本来想说，是不是我那个不要绑这么紧，它就会不会这么短？没有办法，就没有哎，它就是绑你绑或不绑，它就是它是固定的呗，它是固定的，这个只是装饰。但我觉得蛮可爱的，今年好像很流行这种。对啊，它好像还有紫色，是不是？嗯，只有。但我觉得。我好像之前买太多紫色，如果这一件的话，我会想要橘色。对啊，如果大家现在因为然后前阵子大家都疯狂的买紫色，我觉得现在可以买个橘色。有一种活力的感觉。然后这个裙子啊，比我想象中的显瘦、它是隐藏版的、我都没有发现有它。它是裙摆这边每一折都有这样子做打折，它不是像以前是比较像鱼尾这样，它这是每一折都这样，所以是蛮有分量感的下面，然后后面。后面是有松紧带，然后加上拉链的，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，它里面是安全裤型的，大家看得到吗？它里面是安全裤型的，而且是很舒服的布料，所以穿起来真的很舒服哎、这件我要包了，而且很显瘦哎、当然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屁股很大的话，当然是要选黑色，黑色最显瘦。它里面这边是安全裤。因为它下摆的那个打折很多，所以你看它这样转的时候，你有在看我吗？它转的时候会有很漂亮的那个圈圈，然后因为它比较高腰，所以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搭配短版，然后微露一截肚子，虽然我的肚子很大。对啊，这个很少有橘色这么漂亮。连身泳衣什么时候会补货？应该近期就会补货了。对，然后它这个领口
它应该是做有点这样，对不对？它是有点方领的啦，哦，它是方的，对，它是方的，哦，是因为我里面今天穿这个，它是方的，太过来了，所以我把它藏起来，这样子，它是方领的。刚有人说是应该是想看这件嘛？对，这件可有示范的穿搭吗？你是穿黄色吗？对对，我找到黄色，不知道去哪。不知道你很适合紫色耶，我就选了一个粉紫色，好像比较很就是可爱，就是可爱可爱的感觉，但是胸围比较大一点，这边里面要穿 bra， 对，里面要穿要搭 bra 哦，因为你举手的时候就是还是会露到腋下，举手好像会飞，会露到腋下，所以还是要穿 bra。它是有点，它是做一字领的设计，然后肩带是可以调整的，就想要你也可以把它藏起来，对不对？像这样，把它藏起来。像这样，就把它藏起来，或是直接就是穿的时候，就是直接塞进去衣服里面，要不然你这样卡在肩膀好像会很痛。嗯，这件它蛮多颜色，出乎我意料，好像黑色卖最好。是吗？你说这件吗？它是做双层的荷叶边领口，然后到后面都是。还是做双层，我觉得灰蓝色的蛮特别。这个吗？对，我也觉得。啊，它有口袋。好，我先介绍完这个，看颜色好。口袋，它有口袋，在这边。有内里，还有内里哦，是内里裙，短裙的设计。好适合约会的衣服，我觉得好像也蛮适合出去玩。对啊，废话，约会就出去玩，还说什么？好，应该说他这套看起来很优雅，优雅，对，有小女生的感觉，对，好像是，腰围是松紧带的，但是我穿会稍微有点宽松，这边会有点松，就是穿起来比较松一点点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子，可以抓这样子，嗯，就是里面要搭内搭啦，不然这边会曝光。然后它其他颜色，因为我目前手上没有黄色。所以我就先比其他颜色给大家看，红色的话就是经典色，经典色就不用多说了，红色就是永远就很适合出去玩的颜色，很亮眼的颜色，红色蛮可爱的。然后黑色，可以说黑色卖最好，那黑色也蛮基本的，红色跟黑是经典色，对对，粉紫色它是比较特别的颜色，然后带一点温柔的感觉。然后这个颜色蓝灰色，它其实是灰色吧？我看一下，灰蓝白，灰蓝色，对，灰蓝色，灰蓝色其实也是蛮可爱的，就有点淡淡的温柔的感觉，跟粉红色一样。然后还有个黄色，其实就是也是蛮适合夏天的。嗯，这边它真的出了很多颜色，你们应该都选，一定选得到自己喜欢的颜色。有人说喜欢粉红跟黄色。啊，留言不见了，啊，出现了，我看一下哦，嗯，我等一下会换一件细肩带的，你们还想看什么吗？格子很 Q， 这格子其实它有点面料是有点皱皱的感觉，对，它是有点皱皱的部分，它是有点皱，但是不会到，啊，天哪，你不要把我手机给搞坏了。这怎么那么难看、啊、我看不到脸。有人想看方领洋装是吗？啊，那个洋装我等一下看一下。好，那嗯，对，因为我现在绑包头，我没有办法戴草帽，不然戴草帽应该会蛮适合的。说这边吗？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问题还是怎样，因为它只有这个，应该是拍照样的问题，应该是折到了、啊，就是对，折到这边不会，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拍照样的关系，正常应该会是这个，应该是折到了、嗯。肩膀会容易掉吗？这个肩带吗？你可以自己调整长度就不会掉，但是我看一下举手的话，举手会飞起来，就是你要再拉下来。嗯，我的鞋子是搭配，但 Lily 应该会有类似的款式，只是后面会有一点
一条绑带的线固定。因为我现在穿的是拖鞋，没有之前的。黄跟蓝跟粉，黄色吧，看你喜欢什么颜色。因为我觉得蓝色跟粉色好像都有点淡。如果是夏天的话，我觉得就买黄色吧。那个谁，雨婷，好像很多人问芳龄洋装哎，留言。留言越多会被抽到吧？我不知道，这可能要问露比。对啊，我最近长很多痘痘。紫色细肩洋装那个，我觉得你们是一定可以买的，因为真的很好看，所以我就没有想说要示范穿搭，因为我有拍穿搭照。好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要先去换吗？可以，再站一次远。短裙，好累哦。腰围是松紧的哦，我穿不会太紧，不会压到。对 ，V 领双色系肩背心，我等一下就会穿。哎，好像很多人问芳龄洋装哎，那个芳龄有一件棉麻的。我刚才搞定它，因为它有点不好扎，就是我在想到底应该要怎么扎，因为这件是本来应该是我如果光看它我不会想要拿来穿，但是我今天看到小羊穿了白色的，我想说哎，那我来穿穿看好了，但我应该要穿一般的内衣，因为它这个我里面穿的 bra T 它这个线太往内了，就没办法被这个遮住，所以不然应该是要这样子，然后它这个松紧带我觉得是难得是不会太紧的，因为我手臂很粗，但这个不会太紧哦，它不会有勒勒的感觉，不会很勒，然后也就是把手臂胖的地方都遮住，算是我觉得蛮遮手臂的一款，然后它可以这样子扎进去，你应该要全部都扎进去，对，因为我刚扎到一半就被扎过来，就是你可以这样扎进去，或者是可以今天小羊是整个这样拉出来，但我怕这样会太没精神，所以我应该还是会选择扎进去，但我来不及扎，好，我再扎一下，然后它也是有蛮多颜色的，然后白色跟黄色都是配黑色的这个肩带，然后浅蓝是配深蓝的，然后紫色浅紫是配深紫的，白色会透吗？可以啊，我们现在都在看小羊的背影，因为他今天穿白色的，他里面穿白色的 bra T， 我这样子看起来是不会透，不然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厚度好了，它算是有厚，就是算是不透光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直播有打光嘛，这样也不太会透过去的。裤子是说我身上的裤子吗？是之后的哟，之后的奶油裤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然后它这个黄跟我刚刚穿的那个橘又不太一样，它这个是比较深一点的，像是芥黄的那种黄，也是蛮夏天的颜色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这件是穿起来比就是它放在旁边看起来更好看。因为官网那个 model 穿的蛮美的，啊，客人说，实际看比较好看，因为我也是觉得他，就是我看小羊穿蛮好看，好想叫他进来了。Peggy， 你还有几套？噔噔噔噔，谢谢。芳龄洋装，然后帽子跟包包也是这一班的，这包包我个人很喜欢哎、欸，他超爱好不好？超爱，我真的不夸张。但是我不会真的背出去。Peggy 超爱，只要任何个拍摄搭配，一定 Peggy 搭的都会有这个包包，因为 Peggy 超爱。好像只能搭配，如果或是去，应该说去海边的时候可以带。海边可以带着拍照，或是踏青之类，我才敢带着。不然如果去逛街，我背着包包，我应该会觉得很好笑。看，应该看场合背啦。对啊，然后帽子也是这一拜的哦，就是这一顶，它的帽檐就是它是做小帽，就稍微比较窄。然后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啊，这个编织吗？这是什么？就是它是混色的，它不是单色的，应该看得出来，混色。对，它是混色的。对。
编织的感觉。然后它 帽子里面是可以调整头围的，是它有一条线是可以调整，但是我现在头发太乱了，所以我就没有打算把它拿下来的意思。它是里面是调整头围的，嗯，这个一样可以这样凹，但是没有像其他之前有出过的帽子有铁丝，它这个是没有铁丝的，它就是靠它的编织的本身的那个韧性去调整。这个我觉得好像这边好像做比较高一点，好像要腰压下去。好，然后洋装的话是刚刚有人想看的方领棉麻的洋装，就是这一款。我现在穿的是我不知道是杏色还是白色，就是杏色吧。它的头围啊，我刚穿的话会比较小一点，所以你们因为它这个领口是没有做松紧的，所以你们等一下如果有买这件要穿的时候，可能要先确定自己的妆不会花掉，或者自己的发型不会乱掉。就如果有绑个很造型的头的话，可能就是要先穿然后再去绑，因为如果换的话会很容易，就是比较这边做的比较小一点，所以穿脱要注意。然后腰围是松紧的，我穿的话是刚刚好，就是刚刚好是合身的感觉，不会到不舒服，就是还是因为它是有弹性，所以就是有腰身，有口袋。会痛吗？不会痛吧。它里面有内里哦，有做内里到这边这么长，长的内里，所以不会痛，不会痛。而且我觉得夏天这个杏色，我觉得蛮好看，很适合，很适合，就是很，这其实有一点丽丽的感觉。对对。然后再搭这个包包，我觉得就很可爱。包包我想说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它单价其实算蛮高的这个包包，但是做的是非常有质感，就是它是编织的。编织的。这个很像那个爷爷家那个藤椅的那种编织的那种面料这种。因为它是很认真、很厚实的，很厚实的。然后这个也是，它也不是那种一扯会掉，它就是，而且它这个布也是算是很厚的，荷叶边。对，我觉得是一个。里面的话，它是做束口袋，束口袋就是可以把它装进去，算容量还蛮大，就像这样，算是里面有装报纸，很有诚意的一个包包。对，因为整个材质用料都还不错，很硬。还不错，觉得好像可以收藏起来，这样当搭配。对啊，出去玩的话就可以这样搭配，不错。很，而且刚刚有人说这个包包很好拍，很好拍，没错，很好拍。感觉昨天去海边要带这个。好，那好像大家还有想看你穿什么？你要去换最后一条？去换最后，刚刚那个吧，细肩带那个，细肩带背心，双色背心。嗯，好，我不用了。我怕等一下我一点那个留言会掉。花筒，有人说可以当花筒，收口很有创意。我刚刚去看了一轮这礼拜新品的那个杆子，我发现有很多这种淡绿色的衣服，我就把它都挑出来，想说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我现在身上穿的这就是一个基本款，它就是雪纺的，所以这个天气穿也不会热，然后一点点蓬蓬袖，蛮收拾手臂的。然后这边有这样子，然后这个荷叶是到。它是做到衣服的底端的，只是我现在把它塞进去。然后我觉得夏天除了黄色之外，大家也可以就是试试看这种浅绿色，像是上礼拜的比基尼就有一个这个薄荷绿，也是蛮特别显白的颜色。还有这个 T 恤也有这个颜色，我觉得真的很溜。很夏天的颜色，这个浅绿色，你看真的跟我身上是一样的颜色。我把浅绿色都拿来了。还有这个洋装我在小杂志里面有穿过，然后我在小杂志里面穿的是白色，然后这个是浅绿色，然后这个洋装是有一点重量的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，你拿拿看。有点重量哦。对，它是有分量的，有分量的。对，是有质感的，它不是薄薄的。对，然后就是里面有一层，里面有一层内里，同色的内里，然后这个扣子是有包的，包扣，然后有口袋，有口袋，然后是 V 领，穿起来很修饰脸哦。然后因为它是有重量的裙摆，所以这样转的时候也是会有那种
熏败的效果。我身上的上衣有几色？好像蛮多的，我记得有绿、黄、白，有没有紫啊？可以穿这件洋装吗？你说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好啊，这个绿色很可爱。对啊，因为你看我都是拿这个绿，好像穿了会有一种很温柔，感觉脾气不是脾气很好的，不会差的。很有气质。对，洋装也很可爱。好，那我洋装去穿，这就最后一套，等 Peggy 过来。去吧，去换呗。哦，我现在就去换，我这边没有人。应该还好吧，我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。洋装是雪纺吗？对，我身上的也是雪纺，洋装也是雪纺，洋装是有纹路的那种雪纺，看得到吗？应该看得到吧。连身泳衣不会再出其他色了，今年的泳衣就是到这个礼拜为止了，就是据点，已经是这个夏天的据点了，所以对，就是不会再出新的款了，要等到明年了，所以大家赶快把握今天。欸，你这件好好看哦，刚刚的外套又出来了。那我镜头前面这颜裤子的颜色好像变太重，是，对，裤子是应该是之后的新品，高腰的棉麻裤短裤是之后新品哦，是之后新品，这个是之后新品，但是我忘记是什么时候档期的，下下礼拜，应该是八月的，对。然后背心的话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因为它就是有做拼色，有点寒的感觉。它好像四个颜色都蛮可爱的，然后可以搭刚才我穿的那个杏色的针织外套，就是看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么重，对，就是综合一下那个感觉。很温柔的穿搭。对，比较，对，比较有点大人感。欧尼系背心，想看其他色比较啊？应该是哪个？我是哪个？好，我先介绍这个背心。它，哦呦，掉了，不好意思。它这边有做那个肩带，是可以调整的。但是，我觉得基本上它的包覆性算还不错，就是不会到非常的浪。因为我像平常我穿背心的话，如果我搭小可爱的话，是会露出来。但是这款是我觉得算不会到很宽松。就它没有到很宽松，就是蛮贴合的，还不错的版型，然后配色很好看，我觉得咖啡色很比较算成熟一点的配色。如果你在下面配宽裤啊，或是那种雪纺的宽裤，就蛮好看的，蛮有欧尼的感觉。等一下，哦，其他色 Ruby 去帮我拿了，我等一下比比看给大家看。它是长度，哦，长度我看一下。长度的话，到这边，就是现在比较适合扎进去会比较好看。两侧是有开叉的，两侧有小开叉，扎进去会比较好看。再把它扎，等我一下。是雪纺的材质，蛮成熟，比较像大人感，很成熟，我觉得蛮成熟的。红色也很好看，对啊，红色我刚才意外，红色好好看，红色很好看，酒有点，这个是配酒红色的感觉，然后粉红色，这个很适合你，对啊，我也觉得，你可以买这件，我可以买，可以买，紫色也很可爱啊，因为我觉得酒红色很好看，对啊，酒红那个很特别，很少做那种酒红，这个烧到大家了吧？大家都说背心隐藏版嘛，这个酒红色我觉得很不错，酒红色很好看哎，因为它有点像是。藕粉，藕色，玫瑰，对，玫瑰的感觉，玫瑰的颜色，粉色很好看。好，然后这个我帮你。接下来是粉色，我看一下这是什么颜色，这个是紫色，这上面写紫色，其实算是有点淡的粉紫色。这就比较像是我们平常比较多出的颜色会比较多这种颜色，然后还有一个颜色它是蓝色，蓝色也蛮好看的，把这一件拿掉，蓝色也很好看，哎，我是哪版？蓝色。
样是有点铁灰蓝色的感觉。这个背景好像蛮这里的，但我比较喜欢刚刚干燥玫瑰色。有人说是干燥玫瑰色，哦，是干燥玫瑰色。大家都说喜欢酒红色边的，我也喜欢。那你再比一次。哎，我喜欢这件。谢谢。那颜色很难配。那颜色很好看呢，很沉。这颜色是很美，意想不到的显白。对，它蛮多颜色都蛮显白的，很像哎、欸，对啊，很像小姨的。没有，我为了要让就是瘦的女生可以穿，我还特别请别人帮我试穿。对，就是、我刚想说，胸围是可以单穿的。我刚才说，我觉得这个背心很好，因为它包很包覆。因为我们通常我们的衣服都做胸围比较宽、嗯，所以这件、啊、我为了要让它可以单穿，因为我们通常做那些是有的时候是可以让你加 T 恤在里面，嗯、但这件我想要大家单穿，所以我就特地请。就是很瘦的同事，那这款我要买两色，好哦，因为我难得找到可以单穿的，而且因为它这肩带又可以调。对啊，我觉得我刚穿想说，嗯，这个单穿好像真的很好看。你原本是不是没有看到它？我原本没有看，我原本搭配的时候有看到它，但是后来想说又忘记了。嗯，对，好，大家有推什么？大家真的觉得白玫瑰色很好看，我也觉得玫瑰色很好看。好，我等一下就要去买。好，可以。因为我也是最后一套了，就是刚刚绿色的这个。好，因为我想说单穿好像有点单调，我就跟小杨借了他的那个，深埋在他椅子上的那个白外套来搭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搭好像蛮可爱的。嗯，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穿起来的长度是到这，然后有口袋在这，穿起来，好，脱下来。它这个这边是有一点点蓬蓬袖的，一点点，麻烦绑起来，不要，不要绑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很有点紧，但是这样的话是刚好的，好，圆一点。它那扣子是可以开的，可以开啊，可以开到这。我穿我的背心是穿 S 号哦，洋装太好看了，我觉得这个绿色真的蛮可爱的，蛮淡雅的感觉。好，好，那要跟大家说拜拜。再跟大家说最后一次，这个直播分享加留言会送一套比基尼，颜色尺寸任选，但是要官网上还有获得。对，洋装169穿会不会太短？我觉得可能会，就是如果你169里面可以加牛仔裤，哎，只是可能有点热了。对啊，太热了啦。因为我看可能去看 MQ 好了，因为我看诗涵是这样穿的。哦、他是穿这个加那个，哦，真假的，他穿这件，他之前有穿就是洋装加牛仔裤、嗯。明天有新品吧？今天会有一个 special 活动。明天有 special 活动，对，不是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special 活动，但是没有新品吧？没有新品 ，special 活动。好，那我们就大家喜欢这种洋装是不是？这洋装很多、啊，应该是颜色很可爱、啊。嗯，好，那。赶快留言，3、2、1，拜拜。